后天婚礼的时候新娘不能来。我是说她在婚礼之前赶不到，所以我才希望三宝能够代替我的新娘。小敏，你今天一整天讲话都怪怪的，什么叫你跟三宝重新开始？你明天不是要结婚了吗？这位先生，你从刚才就对我很有敌意，你该不会是偷偷暗恋三宝吧？啊，你是不是对三宝存有非分之想？够了，谁对他有非分之想？姚阿明，啊，姚阿明，你过去啊对三宝做的那是好事啊，你今天还有脸进我门口？你结婚吗？为什么把三宝牵在一起啊？啊！我听说这十几年来你一直都没有交过男朋友，所以我今天是特别带一样东西给你的，喜帖。I'm so sorry。这个星期天啊，我要再婚了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是不是可以对我就死心了？恭喜你，阿明。你千万不要难过啊！我也只是希望给小明呢有一个完整的家庭。我好不容易呢，透过了越南情缘，找到了一个刚满十八岁。才从女子高中毕业的良家妇女，我还特别让我们小明呢现在去练习讲越南话了，他以后呢肯定会跟他妈妈有很好的交流跟互动的。哎，小明来表演一下啊，你讲那个姐姐好，饺子。哎，哥哥好，饺安。哎是你该来的地方，你的心里还有一个放不下的天使，回去吧。天使，我该不会……我的胸口好痛，阿姨，阿姨，真没想到福三宝竟是救了我性命的天使。谁的电话？你的。喂 ，Hello， 阿明啊，啊，我是玛莎了。啊，对不起哦，我后天不能成为你的新娘了。啊？为什么？那个，因为我们越南呀有台风啦。啊，听那个机场都关闭了，然后要关几天呢？关三天呐。三天，三夜，三天三夜，三天三夜，真的吗？那怎么办啊？三天，那怎么来得及呀？不，你就在后天了。哎，玛莎竟然现在不能来，阿娘喂啊！我今晚去哪里找一个新娘哦？你没事吧？踏破铁鞋无觅处，眼前不就有一个最好的人选吗？刚好他也是很爱我的呀，我也很爱他。
情啊？你那是什么表情啊？干嘛这样色眯眯的看着我的妹妹，还抠着我的手心？三宝，当年的我才8岁，我真的很不成熟，所以我现在很后悔当初对你造成的伤害。我知道后天就是婚礼了，我现在才跟你说，真的很失礼。但是我不希望在我的人生当中留下一个遗憾。我希望你愿意做我的新郎秘书。假惺惺，你不是结过一次婚了吗？干嘛还要三宝当你的新郎秘书啊？为了救人。后天婚礼的时候新娘不能来。我是说她在婚礼之前赶不到，所以我才希望三宝能够代替我的新娘，帮我决定一些婚礼的琐事。像这个，这是天香楼他们准备好的婚宴菜单，看起来都很好吃，但是我就是没办法做决定，所以想请三宝当我的秘书。小敏，你今天一整天讲话都怪怪的，什么叫你跟三宝重新开始？你明天不是要结婚了吗？这位先生，你从刚才就对我很有敌意，甚至还想用鸟蛋来谋杀我。哦，你该不会是偷偷暗恋三宝吧？啊？你是不是对三宝存有非分之想？够了，谁对他有非分之想啊？你要让你新郎秘书，对不对？好，没问题，给你。哦，太好了，三宝。那这样子啊，待会你就先陪我送小明去补习越南话，然后呢，我们再一起去，你代替我的新娘帮我试一下婚纱啊。好，那我们先走吧，啊，来。阿明，我们走。走。啊，等一下，小明。跟阿明一起。三宝，那等一下你陪我去挑婚纱，还有戒指，看你喜欢什么款式，随便挑。为什么是我喜欢啊？我只是帮你挑而已啊。你喜欢新娘就会喜。等一下。干嘛？那个。哪个？我。你怎么样？你怎么样啊？过来。广师傅说怕你笨手笨脚，所以叫我跟你一起去。真的是广师傅要你来的吗？我看是你自己要跟来的吧。嗯，我干嘛要跟啊？我很忙好不好？哦，吃醋就大大方方说出来嘛，干嘛这样子不好意思呢？哎，谁说我会为他吃醋的？我跟你说过很多次，我对他没有兴趣，还有不要再用你的手指指我了。我只是觉得你这个人怪怪的，感觉不只是要做你的新郎秘书，你应该有一些很邪门的企图，是不是？孙无敌，人家阿明要是对我有企图的话，早在8岁的时候就对我有企图了。更何况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伤口就被剥出，头发变成这样，最好是有人还想要要我。难道你希望我一辈子都自消，是不是？还有。既然你对我没有企图，就请你不要站着茅坑不拉屎，一直阻断我跟别人的幸福。